跟你开导，从明仔载开始，你嘛免来上班啊！副总裁，我请你笑死举较悬的，你莫将我对外冤气出在众人身上。你敢听咪？我未跟你讲话。妈，你敢听咪？安怎？你阿我阮两个遐欠？这是超爸的代志啦，你无资格伫只发表任何意见。安怎？超爸百货总经理的位置有好坐无？莫讲啊，以后都要坐小，我真有可能都要下台鞠躬啊。是安怎讲啊？我无听大妈的话，甲贝蒂开除，大妈一定真无谅解。我想，我真有可能因为安尼去予大妈开除。袂啦，你是我的小妹，也就是我妈妈的查某囝，伊袂为着这小块代志，就甲你开除啊。副总裁，你讲知影我是副总裁？哪里我叫你？我叫你把人撕掉，你无叫我的房子，等到还先起来做你的代表，你什么意思？尊心没有我歹看？我无这個意思啦，我刚才是认为贝蒂是一个人才，伊若是离开公司，对公司是一种损失。你什么时阵也看不出？还是你也同理啦？贝蒂是不是人才，你也感觉会出来？贝蒂已经在公司做这么多年。都凭伊过去这么少年，都做过总裁、企业秘书这点，我相信我应该袂看唔到啦。古仔讲，我是超牌总经理，是唔是要甲贝蒂开除？我会当甲你做出，敢唔是？副总裁，你先莫讲话。林志涵，你唔通袂起来。你总经理这个位置是我予你坐起的，我有坐着予你坐，我都有坐着甲你叫落来。妈妈讲我无你机会，你先妈妈想家己来对过。顾总裁，我唔管你安怎讲，我拢要甲贝蒂留落来。我相信伊的学历、能力，还佫有专业经验，伊绝对有资格做我的队长。总的，多谢你遐尼啊听话。你真正是让我做失望的呢，无采我咧用心要栽培你，予你入来公司上班，佮予你坐这么高的职位，你无要报答我就准愈煞。你即马竟然讲我有别人遐去，你安尼敢对得起我？啊？无唔对，总经理这个位置是你予我坐，啊，不过我嘛知影你是安怎变安做。讲一句较歹听，你今日是爱我做歹人，做你的刽子手，替你把公司内底你无佮意、看无顺眼的路线拢赶走，对无？哼，我真正是摕小小的面咧唬人恁家村的，我好心要替人想，煞人当作我是奸臣。好啦，既然是安尼，啥物拢免讲，我即马就正式宣布，当时甲你开除，自明仔载开始，你嘛免来上班啊！副总裁，我请你笑死举较悬的，你莫将我对外冤气出在众人身上。你敢听咪？我未跟你讲话。妈，你敢听咪？这是超爸的代志啦，你无资格伫只发表任何意见。大兄，真多谢。我知道你想要替我讲好话，啊，不过我认为一个总经理，若是事事行行拢爱听副总裁的指挥，袂当有一点仔家己的看法甲决定。那安尼，我敢若是一个家里人啊尔，安尼搁做落去嘛无啥物意思。副总裁，真实的，多谢你对我的栽培甲期待。下班之前，我会把辞职信亲身交予你。贝蒂，等来坐。什么都免讲啊，带我出去。我无法坐啊，真正当作我副总裁在作假。妈，你真正是袂晓看时阵办代志。咱真无简单才甲红米环母囝的关系挽救转来。你即马甲志涵恶面相看，佮要将伊开除，安尼咱是要安怎进行咱所来计划？对哦，哎呦，气节煞袂记哩啦！你可是这两个女的去，一盘好棋，互你行到变死去。阿青要变安怎？代志是你阿出来，你家己想办法。哎，啊是安怎？啊面赖臭臭，啥物人欺负你啊？阁有谁？除了大妈，谁会予我面色看？
余兄，你这敢有欠人？我来给你斗相共好无？你是超牌总经理呢，我来请你下去。我是讲真的，你莫当作我是咧滚生笑。我已经去予大妈开除啊，即摆我是无业游民，你敢会收留我？真实。当然嘛是真实的，我骗你是要创啥啦？怀疑呢？哎，妈。志涵，阿你哪会伫遮？早来无非吼。对一个失业的人来讲，伊的字典内底无无非这两字嘞。失业，啥物意思啊？伊叫大妈开除啦。先做啊，因为有一位叫做北铁老干部，我认为伊无应该去用开除。大妈认为我唔肯听伊的话，伊感觉真无面子，所以更下当生气，把我开除。志涵，你老实讲。啊，除了安尼以外，你有其他的代志做无？哪有啦？志涵坐总经理这位置，嘛是大妈授意。啊，我即摆听起来，大妈并无想关我志。不要紧，这件代志我来处理。恁大妈呢？原来恁两个结成世面，是因为这个原因哦。这个代志吼是误会啦，干嘛呢？志涵自头到尾拢讲给我听，我实在是听不出来这其中有甚物误会啊。志涵啊，你是先来跟你妈妈讲的啦，我当然嘛是照实讲啊。我拄则是咧演戏，你当作是真实的哦。演戏？你才拄出社会啦，我当然是要试看卖你的胆量，是毋是有够格来坐总经理这个大位啊？啊，唔过，卖过也唔过啊啦！吴总经理，恭喜你，你已经通过我的考验了。美华，但你这个志涵哦，哎，唔，那是讲有胆量啦，而且哦，眼光阁袂歹呢，知影讲要用白天来做伊特别助理啦。啊，你嘛算是讲我有眼光，知影一开始哦，就重用咱的查某囝。啊，你是讲，你甲志涵开除，是伫咧试探？当然啦、啊，志涵叫我一声大妈，还不是在叫我假的？我哪有可能给开除啊？那呢，贝蒂，你是慧眼识英雄啦。知影贝蒂讲是一个人才，想要栽培伊，我当然是尊重总的你的决定，给留在你的身躯边啊。多谢大妈，三百啦。啊，家己人你讲什么多谢？美华。坦白讲，其实咱是一家伙啊啦。不过过去我处处咧刁难你，是我巴掌较硬，搁较安怎讲那是我唔好。不过我即摆知影唔对啊，你是不是愿意跟我重新开始，跟我做好姊妹啊？玉英姐啊，啊过去就过去啊，我袂藏伫咧心肝底啦。只要你以后莫搁针对我、为难我，咱永远拢是好姊妹啊。听你安尼讲。我真系感觉足感谢。对啦，你今日敢有闲？咱同齐来去做 SPA。我无做 SPA 的习惯啦，再佫讲，而且我这款身材去哦，会红笑啦。免哪会啦，那你嘛是前凸后翘，该有诶拢有，甚物人敢笑你啦？也佫有哦，咱平村是足风流诶呢，咱家己哦，若无紧来保养一下，伊真紧就娶第三个。我赞成大妈的看法啦，查甫人若是无保养，唔若真紧就会老，而且过予查甫人变心嘞。搁再讲，身为现代女性，无定来去做 SPA， 会红笑讲跟袂着时代。就是讲咩，跟我来去啦。啊，无好啦。好啊，那呢，咱就做伙来去哦。耶！